真过瘾了，这才叫采菜呀。小草里边，这小菜可好了，这蔬菜。今天的山野菜是真好啊。是我这些天采山野菜采的最多的时候了，过两天比这个还多。现在是筐，过两天咱要背袋子了，一筐零一小筐，而且往后的菜越来越好了。这就咱俩采的多，总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也不少。够了。好，这个好吧。好嘞，吃饭吧，中午了。走吧，吃饭去，走。再见了，明天换大袋的，拜拜了，朋友们。